三澳门带你跃进高速3G 时代。三澳门特约天气报告。欢迎收看由三澳门第日的天气报告，现在由我 Regina 和大家讲今日4月30号的天气先。今日天气多云，短暂时间有阳光，会有几阵骤雨，早上有薄雾，气温介乎摄氏22至27度，相对湿度介乎 74% 至97% 之间，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。而今日的空气质量指数介乎37至44，空气质量水平属于良好。预测一下听日的空气质量指数，路边监测站和高密度住宅区是20至45，空气质量水平属于良好。一般性监测站是15至35，空气质量水平属于良好。Bobby 话听日会有几阵骤雨，跟住一齐睇睇卫星云图啊！预料一股偏南气流将会影响本澳天气，而家一齐睇未来几日嘅天气。预测听日天气多云，短暂时间有阳光，会有几阵骤雨，早上有薄雾，气温系介乎摄氏23至28度，吹轻微至温和的偏南风。星期一多云，短暂时间有阳光，会有几阵骤雨，气温系介乎摄氏23至28度。而星期二和星期三都是多云有骤雨，气温系介乎摄氏21至26度。跟住一齐睇下中国各大城市的天气状况。北京天晴，11至21度，上海多云，17至29度，台北有骤雨，22至29度，厦门有骤雨，21至26度，广州都有骤雨，23至27度。跟住睇亚洲各大城市方面，首尔有雨，12至15度，东京天晴，12至22度，马尼拉有雷暴，23至35度，曼谷有雷暴，24至35度，新加坡有雷暴，24至32度，而雅加达有雾，21至32度。跟住就睇欧美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。好啦，今日天气报告完毕，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